掉散，又不能了。
比较年纪比较少的，啊，大三，哎，大三，改变了呢。没关系的，你们走。对呀，对呀。哎，对对对。
生卡更多人投诉，反正我不管。之前就是第六代，因为二十四还刚鬼这个第七代，那第六代来讲哦，是七管哦，啊，进来第七代完了台湾七管，啊，介绍拢同款，啊，茶杯里头的第七代的质量等于第六代的质量，啊，第七代一管等于第七代第七代一管等于第六代的十管，啊，介绍拢无去。安尼，这个事要怎做钱？啊，这个产品二十五当前，这个计销啊，这也是这个计销，啊，也是第一代到第七代，所以这个公司，这个事业，哦，我以后就讲两家，等于过年礼拜四就讲讲两家，啊，你老公就要过来，啊，你来孔雀联系一下。啊，是你老公，我们就直接找我没关系，找嘉熙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事业做起来。我希望能够今年至少谈一百个二星啊，一百个二星就当你能够上飞马，会不会上到飞马奖啊？对啊，啊，大家来努力啦！哈，啊，总结出来，工人来感觉自己的家，那个连总结都很心啊，温暖到了他的家，啊，跟妈来写，我先买，以后我来。我们就是在马来西亚，还有我那边伙伴，那不是我要用的，那是伙伴跨国单啊。这个伙伴看咱跨国单，国单前加资料拢无叮当哦，啊，拢点点看，看咱是咧做啥物事安尼。啊，伊就伊往咱安吉拉南嘛，安吉爱就看咱迄个，咱拢以前去做事务，咱拢办过业对无吼？伊讲每个出个时间来，这个咱的工作越来越大安尼啦。啊，我可能讲这个嘛，刚刚又回刚过生产，伊讲哇，这真正生意也做起。爱规划了，谁要做某家做什么工商的生意啦？所以他也看懂商机，所以伊这个就要讲规划来规划要规划，啊，所以只能够用钱来开商。啊嘛，我招个招两个工呀，包括招三个工，啊，工也是三个弄家己，啊，你这生意搞好做。所以讲，若用生意角度来讲，这真正是做会做，就是会当互人定好，我啊，但是爱努力啦吼，啊，咱一点。一点就到外面家来派摊出来嘛，哦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希望也把这个地方当作咱自己的家，哦，都能感觉出埃及人把它经营的更加的辉煌。好，两位，好，谢谢。啊，阿伟签名，好，那么签名一签哦，一定保你个大家哦，好，大家的党员来曾经，我们曾经来过，哦，不啊，啊，把自己的梦想理想把它实现开来。就是你，你等你咧背后在咧翕。妈，那你就给它固定就好，这样大家吹才不会那么热。对了，现在有，还有它上下，我就让它会动摇嘛，不是要给它对对，没错。过来，白鹅，对，要给它。Thank you.
三代呀，三代对，都不要考虑三代哦，不是他另外一边也没有人哦，他你可以单一靠你这个线，有一个月好像没来啊，他是从这边出去，然后就两块钱。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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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
各位就家己的面，莫去用炸着哦。阿公来，阿公来。妈妈来着，两兆了。无，伊是本来电话，所以卡断。哈哈哈！卡断。还差一面。放火，放火，来。来。好，预备。用动态哦，我们一二，你画一二三开始哦。三二一，立位三杀，传达康美物集团开业大吉！耶、yeah. yeah. ！好，谢谢，一次搞定。来，我一包三。好，不不不不，开心开心。你要我去求你，我不重视你的自己的事业，对啊，对，而且这也是，我就是开业是开心啊，又没有干嘛，我还要求你说，哎、欸，一定要来哦，快来呀，对不对？坐下，去了解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正常一张立正，好，来一个站，来郭建雄，好，来一个飞毛屋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怕是几下几下在发水拍水哦，定位啊，直接你手机定位直接传过来，传传给人，他讲你在家。我想要想要
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金龙，你哪里赚了三千？你们哪里了三千块？赚三千，可以赚最多。没有，可能会两千块，就是那么多人，就是四万，我三万。这个是送的，对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你们上飞机吗？还是说好大哥？好像很简单，就我到了。大哥，你在这边吗？啊，不能来了。掉机啊！我感觉好配合。谢谢王教官，拜拜。欢迎欢迎。阿弯是我给他过。哎，等一下你们需要的包先回去糕点，好不好？都可以包。那你有？你干啥？别吃不完豆豆走。卖豆豆走。没有豆豆走。吃不完豆豆走。啊，会。他每个礼拜都要上。差不多啊。他可以赚啊。再换了一个，换了饺子。这个105年哦，大概1月到3月去大家，然后在那个当中的话是简单，因为大家都讲简单嘛，所以相对来说，后来你问周先生十年后再来做这，应该你们大概都知道了。啊，所以也从廖兄第一代他们接触这个产品，就讲它是简单的，因为就让很多人都就会生病。那来到第二代、第三代，我接触的是第五代，他再过来第六代，过来第七代。那第七代来讲，你想以后会不会第八代、第九代？会。那这个产品会不会越做越好？会啊。那总裁嘛，讲啊，你看到在那几个也视频来在行动，这个产品它第六代也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极致了，当然第七代是一粒比它十粒哦，所以说第七代又更不得了，所以我第一嘞，在我的信念来对，我拢感觉这个真正是仙丹，因为我相信它是仙丹。它可以让很多人多你的户籍、隐疾、二级、就医、七国疾病或者什么都病，就是细胞出现问题的病都给逆转回来。包括咱今日还拍照的咱这个李全佑李先生，伊三月十八，因为 COVID-19 整个肺部都纤维化起来，医生也宣布大概差不多啊，他就安尼一天拢一面一面安尼食，安一天大概一天按两天一罐，四摆，一天食四摆拢一面啊一。刚刚讲了个情况，结果三天的缓解竟然可以加，要不要给他掌声一下？赵立功整个肺部纤维化来过去，现在医学不及格哦。结果他没多久就能够做出位，现在就可以帮我们服务。所以这个物件来讲，我们这样产生那四句话，就讲这个物件哦，有价也无价卡好，假如这如何？假如顾得较好，啊，无食，啥物病拢袂好，我就这样子。所以我一天拢只食40粒以上。当然，如果用第七代来说，我一天食4粒就好啊，当然。哎，这总裁讲的呀、啊，你想想看，总裁他敢站在那个大舞台，那规模啊，向全世界召开那种五大专利，就是医学上的专利的东西。这医学上的专利，他对全世界召开的话，你们就要相信它的真实性，它的真实性。它有六大技术，所以他在那台上又讲，我们这个第七代一粒比第六代的实力，几条给你涨掉。你想想看，一家15年的公司的总裁，他在台上讲话是很慎重在讲的，所以表示这是真实性。所以也因为这个，像我也希望大家今天我们难得斗六，台中会馆的我，这个会馆成立，啊，我要开业，我也希望大家真的要看懂这个商机，它拥有的是全世界最强的产品，而且只会越来越好，而且它真的是，但私底下来讲，真的是仙丹，它真的可以让我们无所不能。因为总裁你也看到视频到最后那个8分钟的时候以后，
这个东西第六、第七代真的可以延缓人的寿命，真的可以让人家逆转时光。你想想看，有哪一家保健品敢对全世界这样讲？没有哎、欸，他就因为有这个底气，所以这样讲。所以有朋友说，如果说第七代这个样子的啊，你们还看不懂的话，真的是那是不可以的，哦对不对？啊，当然第六代我拢安尼讲，所以我一天四十个说，我一到当有当时啊。会吃，吃三四粒安尼，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样倒出来几颗，我就说倒这几粒，释放这几粒，十颗左右，不是用确实几粒，二四那八十十一，我来吃十四粒好，十三，你刚刚也十四粒，好，你拿我看看怎么看？对，因为我已经吞习惯了，十四粒，我曾经一次最多吞二十七颗。就是先吞一颗，那个十三颗，跟吞十四颗，那个你竹山一个叫郑先生名卖讲，哦，他五十二年次写的中吧，而我讲的是伊，他有一个很多的背景啊，伊讲他东西不敢乱吃。我想讲郑大哥，你是一个带一个很大团队的人，啊，你也感觉讲是安尼，啊，讲的搁只细声，啊，你是要带领团队，你是要讲你是老大。啊，我这个年纪，我四十三年组，我可以做这样的。啊，你看这整个团队里面，等一下我们上台分享。哦，那个底下那个，那那个感恩长的那个，等一下我要上台分享。你要不要像我这个样子？我给老廖给我这样引大家，讲我都不吃东西，我身体很好。伊讲我身躯都无红字，我是讲你这个，你讲你有这个背景，上面哪敢有你红字？你讲等你穿个牙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讲。你爱讲我才食应该是食十四粒哦，爱讲唔敢食，我落尾佫食十三粒，伊说应该总共吞二十七颗啦，伊讲两粒吞个，吞了了，佮我上来分享了热爱心哦，迄个郑先生讲，讲徐先生，你老来竹山来催我，他有很多的故事啊，不过经过一年多了，我还是没空去找他，所以恁两个人做的是缘分，我也希望说今天咱这个会馆成立的时候。这不是在演交易，所以我你知影，这个东西真的是那四句话：物价比国家卡好，假如钱如果假如故都卡好，国家商业别忘了哦。因为它的一个，都从我们在讲，而且十四条看好清楚哦，刚是十四，叫做检查一下哦，干嘛？二四六几粒？十四条嘛啊？我别干那边只落个地鼠哦。好。我以前在外头都买几年。你吃吃吃吗？我买的。我也吃吃吃吗？我买的也吃吃吃。我买的。嗯。我买的。几年了？好了。好了。安尼对啦。对对对。哎，你总要记得给恁管。对，对，这个所以带领都是拉金点电池的。给绿叶公司掌声一下。今天让会馆我正式开业嘛，哎，完了加了加薪会嘛，动不过他们。不要，你想聊。非常感谢各位，而且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家，还有来我们这个地方，把你的梦想下底下来，能不能逐一实现？好，可不？好，感谢各位。你签名的画面嘛？哎，对对，我到。哎，我的签名。安尼好嘞，把梦想写上去安尼。哎你广告看买晒，你一定会之外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敢偷偷改牌子。我唔听你要提搞笑。你用 K 你就好。哎，小姐。啊，小姐，干啥子呀？小姐。干啥子呀？啊？干啥子呀？对啊。歹势，各位，因为伊问阮家己爱去关掉，所以阮先得。安尼哦，好。下一节啊，继续啊，我真不错。慢点啊，姐，慢点啊，姐，我们全部人可以全部先照两下，姐。我先，晚上好，就中间了。哎，跟你聊一下。哎，跟你有没有包一点回去？哎，包吧。
一加一班，是晚上，晚上公司的活动。晚上公司，他们加一是二三。谢谢。一二一二。好，他们是嘉义主场的体制，班型对是体制的。我一直在请说你们要用时间哦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啊都是打心理，他救的人很重要。我现在打过来分享五个，现在打过来了。